信我是不是复阳了？哎，重阳啊，来了啊。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，最好在下一秒。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，最好在下一秒。春白棒球发现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。好想不要声卡，有没有声卡一样的？唱的区别不太大，只是有那个混响而已。这个蛋总好像喜欢听，试试这个。正晚胡思乱想，夜色正好，让我睡不着。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？好不了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。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，糟糕，我显得比你早，你爱的比我少，注定要小煎熬。其实我应该可以拿出去那个啥了，谢谢蛋总的烟花雨，谢谢爱心哥哥的万里挑一，我咳嗽一下。唱喜欢听你唱樱花草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唱樱花草，樱花草，樱花草，好。嘿，翘个二郎腿啊。好久没跳了，晚安。不行，咳嗽一下。好像咳出来了，好像也没咳出来，很生气呀，搞得我啊。上次那个人跟我说，那个能够赶快治咳嗽的那个方法叫什么来着？吸一口气，然后叹气。
网上还看到一个方法，就是有它没刻出来，可以就是这样平躺着，做平板支撑一样。我试试，我试试。没有用了。没用啊，好气。跟着我勇敢地走下去，别劝我。不会阳了吧？我已经阳好了，阳康了。再叹气。想做平板？我没有，我是看到，你们不信你们搜，真的网上就是抖音上之前有个如果有痰咳不出来用个什么动作，就是这个动作，我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我上一次在床上咳痰咳不出来，我就这样躺了一会儿，我就咳出来了。你想做就是说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不让你做，不。好害怕。还是算。我现在很虚弱，我现在应该就是让我就是多看点烟花雨是吧，就是多好看呢、啊、心情愉悦是吧，你说让我做多难受啊是吧。搜索一下就知道了。对呀，你们试试，真的有，之前好像还好多万点赞了，我还特意看了一下。火箭雨不想看，火箭雨如果不用做平板支撑的话，我当然是更乐意看的哦。啊，那我不想看，我钱包也可以想看一下喽，是吧？但是你要做平板支撑，那我还是考虑一下吧，还是想看不想做。只想白嫖，怎么回事？先唱歌。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拉长的身影，萤火虫一闪闪，满山飞舞的铅笔，天上银河在发光，地上风铃来歌唱，织女星惹我生气，我怎么可能会惹你生气呀？我现在都是夹着尾巴做人的，好吧？我怎么敢啊？我怎么敢？我不敢了，我怎么会敢惹你生气的？我不要命了啊！我想做平板支撑了，是吧？我惹你生气，惹谁不好啊？我惹你，对吧？勇敢地走下去。谢谢唱半截的歌，半截的歌是不是叫半情歌？唱半截的歌。看着我勇敢地走下去哟。我想看下雨，你惹一个，我想想啊，怎么惹他生气？他一般只要看到我喝奶茶了就会生气，因为他不能喝。我今天没喝奶茶。我还想想有什么方法让他生气啊。哎，突然要惹别人生气还真是怪不好意思，所以现在想不出来什么好的方法，就立马吃冰淇淋，点炸鸡，今天晚上吃披萨。
你的表情好真实、啊、谢谢灯牌，谢谢乔克叔叔，谢谢灯牌，谢谢戴灯。起风了可以吗？不唱起风了，有点高，我这嗓子在，真的是在动脑筋，我真的有在动脑筋，只是我一下想不起来。对，聪明的人就是一般都想万全之策嘛，是吧？不能这么敷衍。还是会想你，但总不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什么？所以你还是想做平板支撑？没有，我怎么会想做平板支撑呢？我就是纯粹因为皮皮的那句话，我这个人很宠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皮皮他说他想看雨是吧？下雨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他想看下雨，我就只能宠着他，我就只能惹你生气了，我只能再二选一是吧？两害取其轻，那我就只能选择对吧？惹你生气一下，并且我还没有惹你生气啊，我只是说一说，过一过嘴瘾。嗯，嘴上说是让你生气，但实际上也没有啊，我也不想做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敢，我也不敢惹你生气。你瘦了耶？我没有，我体重有一点点瘦，脸上。应该也没说吧，蛋总是谁？蛋总不告诉你，你猜。谢谢乐游流，涂个唇乳啊，得。我心中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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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厉害的老板才能理解的思维，对，这个属于叫皇帝的新思维，知道吧？皇帝的新衣一样的，皇帝的新思维就只有这种聪明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才能理解，是吗？我们直播间的都是聪明人，肯定都能理解的。来，我们理解的扣个一。小雨，我倒是想给你们唱，可是我感觉现在是不能唱太多了。你看，很多人理解的，只要有一个人理解我说的话就没有白说，我知道你们就懂我的意思是吧？让我勇敢地走下去。零五二一，姐姐嗓子疼，想听哥哥。不，妈妈你别难受，我可以给你唱。宝宝想听什么？喝水，喝了喝了喝了，喝水。我不喝，哎，我就不喝了，一下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让他生气，这不就有了吗？这多好，我就不喝了。叛逆，我多少是有点反骨在身上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无语了，喷的到处是。好啊，我错了，蛋总，开玩笑了，我不是喝了吗？我就是想逗你一下，这得多少啊！啊！下周再做吧，我记着。我现在施一个魔法，魔法棒呢？妈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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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变，把蛋总变成一头猪，撤回撤回，重新来重新来，变，蛋总。忘掉忘掉忘掉，你把刚刚说过的话忘掉吧，现在不用做，下周也不用再做了，忘掉忘掉。 OK， 你绝对想不起来了，下周绝对没有了，直接穿越了。小朋友才玩你手上那个东西，什么意思啊？大朋友也可以玩的，无可多。现在做吧，既然我是主，什么什么？你看蛋总，我刚刚是那个魔法让蛋总觉得他是猪，哎。
天哪，我现在有这种功能吗？我知道我是魔法师来的，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有，就是有人告诉我，就是说我的特异功能就是可以给别人施魔法。你看，我说我刚刚把它变成一头猪，我虽然刚刚用了一些障眼法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项实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说让它忘记这件事情，然后让它变成一头猪，里面它二选一了，它选择的是它变成一头猪，对吧？完全皇帝的新魔法呀，这可是。我不做，我不做。什么做是什么意思？做什么？平板支撑吗？我都没听说过哎，什么是平板支撑？是什么意思？今天这个平板支撑，我是能赖我也赖掉，不能赖我也要把它赖掉啊。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好奇怪呀，你们这些人类都是这样生活的吗？啊，坏坏反常啊！坐坐坐，等一下坐，开个玩笑，开始胡言乱语了，才没有。纯素颜吗？你看一下伪素颜，哎，真的，你们能看得出来哪里有妆吗？下周吧，下周一。你不是已经忘了吗？下周一干嘛？下周一喝奶茶是吧？四杯奶茶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记住了。嘴巴，对，嘴巴画了，眼睛画了哪里？让你坐够30分钟。喂，妈妈，你帮我请个假，我下周上不了播了，你就到时候你就让天天来我直播间说一声，你就说我就是播不成了啊，你说我就是真的生病了，大病重病。ICU 的那种哦，真的不行，我要是在上播我会被他们整死的啊，一定要啊。喂，好的，谢谢妈妈。 OK， 这个妈妈请好假了，下周就会有人来通知你们啊，直接逃了。开始演戏，谁在演戏？拜托，谁给你们演戏来的？我是认真说的。哎，拜托，今天晚上有个人没有来给我请安呢，我这个皇阿玛，不，我这个皇额娘有点他是搞笑的，谁搞笑啊？我没有搞笑哎，你们不要开玩笑啊！就是我，这我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很我很温柔的，我是属于温柔挂的，你们都知道的呀，别逗我。等一下啊，我这个为什么我的这个软件搞不好了？推荐什么？我不想要推荐我的，在这里找到了。有搞笑女潜质 ？No， 搞笑女没有爱情，我不可以搞笑女。我是温柔，我超温柔，我平常都是贤妻良母风的，你们知道的。哦，对，刚刚谢谢娇妻在家夫妇和求，谢谢大哥哥，真难以。温柔，你带着搞笑收，没有搞笑，只有温柔，请大家以后都夸我温柔。都夸温柔，然后要知道我的梦想是贤妻良母，我以后是会当一个非常美丽、贤惠、聪明、智慧的那种女人，你知道吧？屁？什么屁？谁？那你想吧，本来就是聪明就算了。都不知道怎么夸了，本来我这是用得着夸吗？我这不用夸呀，就是只是描述一下我自己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不是呗。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的火冒三丈啊？我脑袋顶上全是火。你讲话好搞笑，我讲话哪里搞笑了？你哪里温柔？不温柔吗？我平常都很温柔的，我说话都是温温柔柔的，慢慢的，都是这样说话的。只是有的时候，节目效果而已，就是会让你们觉得我不那么温柔，实际上我很温柔的。对。啊？是吗？我没有玩过，我真的平常是这样子的。我只是在直播间表演出来的是我的另一个人格，但实际上我是属于超级温柔的。能不能不要这么刻意讲话？我现在没有刻意在讲话哎。
夹子，我要是夹子，我可以这样夹，这个算夹子吗？停，过了，什么叫过了？那你们现在以后承不承认我是温柔？如果你们承认，我现在就收；如果你们不承认，我就折磨死你们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可以让啾咪出来救救我吗？什么？救救你？啾咪他睡了，哼，他就不可能醒过来的，哼。你怎么瘦了？我没有瘦，怎么会瘦呢？每天吃这么多，说话不要港台腔。我现在已经很正常在讲话了，我以为我说的是标普，哎，我是港台腔吗？怎样？港台腔是这样子的啦，我都没有在港台腔啊，我平常我装港台腔，我也装得很像哎，我还可以装那个，我不是装啊，我其实是韩国人，我来中国是学习。你们听得懂我说话吧，就是我们交流应该没有障碍吧。欧巴耶耶耶，原来这样，对呀，是不是这样方便很多，这样说话。打咩？为什么打咩啊？我是韩国来的，思密达。对这音效是哪里来的？哦，原来在这里有个这个音效啊！我是想按这个的，没按对啊！吓我一跳啊！啊，什么？我刚刚讲的不是真的吗？就是我讲应该蛮标准的吧？不太对吗？那你们可以教我吗？真的有这么抽象的女孩子？抽象是形容女孩子漂亮吧？是温柔的意思吧？说一下嗨呀，我是韩国来的，韩国那边说的都是안녕，没有嗨呀，没有嗨，不是说嗨，不是说你好，是说안녕，안녕하세요，반가워요，这是泰语，泰语是萨瓦迪卡，欢迎大家，我不是泰国，我是韩国。自我不认识啊，不要给我搞这样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直播。还会什么语？不会了。还会鸟语花香鸟语。别开玩笑了，现在你们都说我夸我温柔，我现在立马就回来了，不然我今天晚上就是一整个不可能转回来的了。我现在有一点脑袋转不回来了。快夸我温柔。是的是的，其实我就是很温柔的，我平常都是人设，我就是给你们表演一下我的节目效果，我平常就是都很温柔的，我日常生活中我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到的，都是这样子走路的。怎么办呀，我感觉我圆不回来了。什么？再刷火箭不夸？那你宁愿给我刷个火箭，你都不夸我一下？今天这个播是播不下去了，真的播不下去了。你们怎么这样？不服啦？笑死我了！不许笑！报告，有人连我，收。Hello， 红红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今天怎么玩？今天我们玩把四人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可以。拽一个。我拽一个，看一下他来不来。拽一拽，拽。我也在拽，看看。拽下方了，看能不能进，应该可以。看锦鲤龟来不来？谢谢灯牌。收了啊，收了啊，别逗了。哒哒哒，这样的夜里，哪里 ？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哦，好久不见。张张长大了，张张。啊？你最近怎么长大了？怎么？没事儿，怎么玩？那咱们要发生事呗。好，好，好，一会儿见。
你们都是唱歌主播吗？我是家风会可以跳，不是，没事，我也可以唱歌，我也可以唱歌。好，那就唱歌。可以的，好，闭麦了，好，一会儿见。我们残疾主播，我是残疾主播，兄弟们。张张，笑死！谢谢东海，谢谢东海，好好学川剧变脸了。什么？才不是！等一下，我是真的要咳嗽了，等等我。喝得我的脑袋发晕了，喝口水。收了啊，收了啊，别开玩笑了啊，刚刚玩一下行了。我是戏精学院，戏精学院美女贴贴贴贴贴贴，全网最温柔，是的，没错，这是形容我。哈哈别开玩笑，别开玩笑，待会不知道的人，就路人一进来发现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这什么人啊，我刚刚以为那才是，好，那才是，是哪才是，咳出来吗？咳了一点，但也不是太没太通畅，我现在我要擦鼻涕去，等一下啊。已经好了，恢复原状了，没有完全好，就是比之前在阳着的状态好多了，但是还是有点难受。我是路人，我证明我就是搞笑，过分了啊，真的会生气的。来，我们有 PK 值1000多票，来，我们众筹一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妙笔生花，快快快，一人一个小妙笔生花啦，众筹一个啦。来，我看看谁是第一名。哈，谢谢，我也不知道。看看谁是第二名。谢谢弟仔的小星星，想听你唱歌，温柔的姐姐，谢谢你宝宝。我等一下可以唱，等一下可以唱。快快快，谢谢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，等等，谢谢你的亲吻。还有，还差几？谢谢慢慢长大，谢谢慢慢长大。第三名，第二也是我，第二也是你。第二算等等吧，等等是一个转那个这个什么亲吻一样的分吧。谢谢谭先生，谢谢谭先生的妙笔生花第四名。还有，谢谢干，这个是不是读干呢？我都不读错了。谢干，谢正在输入第六名、第七名。谢谢等等，咳嗽一下，咳嗽一下。谢谢 ZZ。好，我们那个齐了没？没齐啊，应该齐了吧？谢谢期待，不会差一点点吧？读年，年第几声啊？第几声？没齐啊，就差一点点是吧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已经很棒了，谢谢大家。第四声念，这总读对了吧？念，谢谢念念。差200多，好吧，谢谢灯牌。这本子这个名字跟我们家皮皮一样的。谢谢明明啊，还差一分钟，给你们唱歌吧，唱点低一点的好不好？戴耳钉，感觉不戴很别扭，我不别扭就行了呀。我不别扭的，谢谢，谢谢皮。这个皮皮是刚改名吗？你本来叫什么？你为什么改名叫皮皮？来了啊！为什么视频那么好看，直播老是不化妆？因为不想化。今天一天你没理我，心情变得超级糟糕。我真的没想跟你吵，请你把坏情绪统统都忘掉。耶耶，我对着电脑傻傻笑，看聊天记录多美好，突然间什么都变了。
结束了。哎呀，我都没看，怎么这么快结束了？谢谢大家的爱，我们感谢谢宝，谢谢张，谢谢张张，好久不见，谢谢张张，谢谢等等，谢谢我也不在了，谢谢念念，是这么读吧？谢谢期待，谢谢谭先生，谢谢皮皮，谢谢正在输入，谢谢慢慢，谢谢自己自己，谢谢给我上票，我上榜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真好，我的 crash， OK， 来吧 ，OK， 患难患难姐妹。来吧，两个咳的不行。我才看到你下方，我还以为谁呢？啊？我刚没看到你，没看。不是，我没看到你 ID 啊？你怎么是？我那么大个人，没看到你，笑死！谢谢你。来吧，那我说好久不见，可以？我说好久不见，然后你说了一句：“嗯，是好久不见。”我以为是跟我说的。嗯。哦。来吧，那我发你唱一个甜甜的歌。好的好的，我找我先 我思考一下甜甜的。我呢奖励我什么？奖励你来个火车啊，不是唱一个什么？我的脑干突然缺他让你唱个火车摇。不是不是不是我想想，风景心脏，我想想，没事，我在找。我天啊，我现在脑子突然间不好使了。什么歌很甜呀？我已经有十天没有唱过歌了。你还好吗，夏风？我还好。我等一下，我马上，我脑子有点不够用了，兄弟们。哎，等一下 ，CPU、哦、唱, 唱坏了。唱这个吧，唱这个，唱这个可以吗？这个算甜的吧？兄妹，好，可以。这不是没有卡上，赢了吗？没有。对我好，对我好，好到无路可退。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，才不愿把你得罪。于是那么迂回，一时进，一时退。保持安全范围，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。享受被爱滋味，却不让你想入非非。就让我们虚伪，有感情别浪费。不能相爱的一对，亲爱像两兄妹。这样的关系，你说多完美。好，勉强。谢谢。好听。好好姐，来一个。好好姐，你说。串烧品吗？童年歌曲。串烧？童年歌曲啊？你有点为难我了。什么叫童年歌曲啊？怎样算童年的歌曲？熊出没就是小孩子听的。好，试试。我们是一群小小的羊，小小的羊儿都很善良。善良的聚会在草原上，蓝蓝的美美的晒太阳。虽然邻居住着灰太狼，虽然有时候没有太阳，只要羊村里有音乐，唱唱的跳跳的多疯狂。熊出没那个怎么唱来着？冬眠假期刚刚结束，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森林把森不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。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， 我爸怎么失灵啦？天空真的好大，蓝色梦想我的家，小小丫头烦恼不怕，彩色翅膀带我出发。谢谢。哦，耶，
谢谢谢谢。咱们就是差点忘了，老婆真棒，想跟姐姐会跳舞真太难了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行行行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嗯，下次再见了，朋友们。互关一下，拜拜拜。互关了，互关了，拜拜拜拜，再见。拜拜唱的不行，我这唱，我其实根本就不记得怎么唱，唱着唱着瞎唱了，开始。开心超人，开心超人怎么唱来？我们现在真的串一下，开心超人怎么唱？我欢喜。我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欢欣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。我看看开心超人啊，开心往前飞。我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欢欣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。勇敢往前飞，就算有10000公里，一吨行李，我们不放弃，前进需要力气，有勇气，一起往前飞。后面不会唱，猪猪侠，猪猪侠是。猪猪侠怎么唱来着？叽叽蹦，叽叽蹦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叽叽蹦，什么不会唱了？还是算了吧，放弃了。哦，对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不记得调了，等一下啊。猪猪侠，噜，噜啦嘞噜，噜啦噜啦嘞。为什么前面这句我要跑第一，我要开飞机，我要什么噔噔噔噔噔噔。噜啦嘞噜啦嘞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，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和空翻两个在金格里，天南地北不放弃，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。圆头圆脑圆肚皮，里面是生命的真谛。报告，喂不动你我。你的喜欢怎么有个呀哈？呀哈！你现在还能听到我前面的那个声音吗？听不到了，听不到了。那就可能是那阵子的 bug。bug 被修复了，很难受。哼，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你还没好吗？哎呦，咳嗽没好。我给你连麦还得戴口罩呢，真的。你可拉倒吧。哼，嫌弃死你了，真的。要是可以传染，第一个传染给你，我把口罩戴上。哦，那咱俩可以有同一个赌注，我也很开心。我这口罩可难受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身体这么好，可以扛一扛啊。哦、你还没阳啊？对，我没阳呢。那是因为你在家里。我天天搁外面跑，我也阳不了啊。对，就是你这种越说自己阳不了的，就越会阳。我跟你说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不会这么准确吧？明天他就阳。你这样，你这把输了，跟我喝两杯热水，可以吗？你说呢？你说，等一下再说。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今天就打个总票吧。好。可以。打总票啊？行吧。好。谁怕谁呀？来吧，奥密克戎会惩罚每一个嘴硬的人。他明天就给我养，我跟你说。谢谢灯牌，唱零几年前的情歌没问题。我们这把轻轻众筹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打的总票，众筹一个妙笔生花。谢谢大家，唱个零几年听的情歌啊。零几年听的情歌。羊的前站不是发烧，而是嚣张跋扈，我笑死。
来啦，我今天还在嘴硬。谢谢柠檬 C， 谢谢柠檬 C， 第一个妙笔生花，我来瞧瞧是谁第二名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歌唱了。你你好，你说很高兴我能够遇见你，想要坐在你的身边亲吻可不可以，我瞬间激动到我不能自已，写一首十几岁听的情歌，可惜我没在那个时候遇见你，否则我努力活到百岁后就刚好爱你一整个世纪。哦，真的太糟糕，跟踪又被发现了，你居然对我笑，点了直击我大脑，整个世界都能听得见我的心跳，我想都没想转身我就跑，第二次遇见你，你居然也对着我笑，假装不在意，假装我没看到你，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开心到冒泡，对镜子里的自己傻笑。谢谢娇妻之家夫妇合桥，谢谢大哥，大哥你真的没有点过歌啊，你点首歌吧。谢谢大家关注，我们来首奇迹在线，期待蛋总的出现。开玩笑开玩笑，谢谢灯牌，唱首爱你可以呀，唱个爱你爱你。谢谢你知我在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插四十个小星星，行行行，我先不唱了，等会儿再唱好不好？我们插个小星星，助力呀，我们助力助力一下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助力一下啊！我把 BGM 打开一下，喂喂喂 ，OK 来了，还差十五个，还差十五个助力，跟微不动打，不能掉以轻掉以轻心啊！我这把就只能轻轻众筹一下了，谢谢大家。各位有条件的，我们在这个挑战完成了，现在待会儿就有1.5倍的加成，我们在加成之中一起冲一下啊！全部都深藏不露，全部都深藏不露，不露呢，不露呢，刚刚看到他一下也不见了。谢谢小星星，待加成中，现在先不点哈，等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我们就等加成结束的时候啊，不，待加成开始的时候再点。我要咳嗽一下。还是这个咳嗽一直好不了大众，谢谢大家，又不能吃润喉糖，吃不了任何冰的，谢谢 FGDF， 谢谢大家，来吧，开始了，冲啊，超过他，谢谢 FGDF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光瑞，谢谢地瓜片，谢谢半截的歌，半截的歌，我是不是会唱那个小情歌呀？不，那个半情歌呀，半截的歌。对，我们现在1.5倍加成中，还有半分钟，大家有票的一起丢一丢啦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周一妮，会是吧？我待会试试，好久没唱了，刚刚看到他名字我就想起来了，谢谢逃离电子层，谢谢大家，还有最后15秒，最后15秒，最后15秒，最后8秒，最后7秒，不会吧，开不了口。开不了口好像不太行，谢谢钟一妮，谢谢钟一妮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我们这把众筹局已经很棒了哈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你们了。好，我们最后50秒哈，他刚刚是说罚什么我来着，唱能不能，我不太会唱这首歌，我可以，我上次我听了我还蛮熟的，但是我还不会唱，欢迎大家欢迎大家，喝热水，有无偷塔，估计是无了。这么多呢，要投6000票，要投6000票以上才可以2杯热水，行吧，我去拿个小点的杯子，不该答应他跟他玩，应该玩老三样的，老三样的我们赢的可能性还有大一点，嘿嘿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玩总榜，玩不赢别人，开始打那个助力人数了，都是他给我带的，我也不动真行啊，现在给我锻炼的能搭榜了，谢谢大白，谢谢大家灯牌，谢谢幺七的战复合球，谢谢你知我在，谢谢 FGDF， 谢谢我朱一妮，谢谢桃子电子，谢谢半截，谢谢曼曼，谢谢柠檬 C， 谢谢那，谢谢光追，谢谢各位上票上榜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辛苦啦。那个少餐多炖，先去啊，我隔一会儿少点的，隔一会儿吃一点，我现在每天这样吃的，明白吗兄弟们？谢谢美妈，谢谢二宝啊，谢谢美妈，谢谢二宝，谢谢美妈，谢谢二宝，感谢荣宝宝，谢谢荣宝。感谢杏子哥，谢谢剧毒宝宝，谢谢我们的陈毅哥宝宝，谢谢 Only Boy， 谢谢国立城，谢谢南征宝，谢谢一宝宝。应该找一个更小一点的杯子，
这杯子都大了。你那个水为啥是蓝色的？因为我这个杯子是蓝色的。哦，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。哎，这样会不会好烫啊？来吧，把杯子倒满来坐好。还好不烫，我知道。干杯。还没满呢。这还没满。快点，满了。生病了不能喝点热水。够了不？不够。这还不够。不够，要倒出来。把水倒满。我倒水没倒满，不水。好，来，干了啊。天哪，你真的有毛病。来了，干杯。干杯。家人们，果然女人是水做的，家人们，真的。我操，你喝这么快啊？嗯。啊，牛吧？一杯吧，一杯吧，一杯吧。两杯，快点，再买上。都没得两杯水了，我感觉。哎，兄弟们，喝两杯水不会水更多啊！到时候别道德绑架我啊！会，哎，我头好晕啊！哎、你别装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喝不了，我真喝不了半点了，真再喝下去，我已经开始头晕，哎呀，你少喝，你少喝，我坐都坐不稳了，胃不通，你这绝对是你的锅啊！快，真的不行吧？啊，你真的好过分！一起喝，那你把你那也喝了，干杯！哎呀，没问题，多喝点热水。嗯，好，多喝热水啊！哎，真是过分。嗯，喝两杯，这喝两小杯水应该不至于，对吧？他最多跑两趟厕所而已，他对你多好，要是别人我才不发这么轻呢。某些人呢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嘛。啊，可以不，哎，走好，那你要是喝酒的话，我感觉你也挺能喝呀，真的。你说的很轻巧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两杯下去我肚子都要炸了，真的，你等着了。可以啊，你可以一会儿去上多上两趟厕所也挺好的，真的。不是上厕所的事儿，是我真的现在胃胀起来了，干啥？哎，你们女孩子现在来火了，喝柠檬水会对皮肤好吗？会变白吗？柠檬水，对啊，好像有说喝柠檬水会变白，但是也会有反黑的情况啊。我喝了四五天柠檬水，感觉我皮肤现在变得好好，真的水嫩有光泽，我感觉我人都变白了，兄弟们，真的。那是心理作用。不是，我把美颜给你们关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真的变白了，兄弟们，真的。算了，没事了。你故意的吧，想呛死我，你不仅想灌死我还想呛死我，你给我等着啊，这两杯水迟早会让你还。你的那个水你那个水杯容量是多少？不知道，我这起码得有400-500毫升吧，我大概400-500毫升差不多。哼，你等着了，拜拜。我等着了，拜拜拜拜。哎呀，我差点关 PK， 不关直播间了。再想一想，真的好胀，你看着它没有多少，真的很胀。我现在已经肚子就是得这样撑着了。欺负我，大叔怎么还没来？杯子拿大了，我也觉得这真的，这杯子看着没多少，好多呀，这水，我撑死了，我现在肚子，我一直这样撑着，我只能换首音乐。病入膏肓了，还被灌了两杯水，我马上就要中毒了！我见小人了，我见小人，我现在杀小人了，我中毒水中毒了。给我气死了，现在很生气，
胃不动，说嘴上说着好像是为我好，然后让我喝了两杯水，这比我今天打的所有的 PK 惩罚更心更难受，我现在呕了。我感觉这杯子真的比我平常喝的水还多，得有两个这个水杯这么多，里面的容量这得500，这怎么到底得400吧。我下次跟胃不动完，我就搞个那个白酒杯，我家没有，我在家里有，我爸爸有，气死我了。他还一定要给我满满当当的呢，给我整的。黑林怎么还没来请安？他快点给我请安，我下播了，我真的要撑死了，我现在马上要呕，我要去把他呕了。我看看啊，他还不给我来请安。好，他又想逃掉一次请安。他上都没上播，我都没看到他。真的不高兴了，真的呕了，呕死我了，现在有点呕心沥血的感觉，马上就要呕出来了，真正烦躁，我真的烦了。他说的很好听哦，他跟我说为了我好让我多喝点水，我真的要我现在看到水我就要我看到水就我听到水喝多了水，这集的名字叫做真的要呕的晕水症，我听到水我就想呕，搞得我都想呵呵，开玩笑开玩笑，真的有点胀你知道吗，胀肚子，主要是不是上两趟厕所的事儿，一下喝多了，主要是我变白了，他还说他变白了呢，怎么好意思。黑林是不是没播呀，没播我下播了，不跟他玩了，过分。水喝多了确实是想吐，哼，何止是想吐啊，我现在感觉我已经晕水了，再不想喝水了。哇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喝水就是如果是阳的期间啊，喝水你去搞点盐水，搞点盐或者搞点糖，任何或者是饮料什么都可以，不要光喝水。我喝水那几天喝到我一晚上就是这个壶啊，一晚上喝两壶，我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喝，而且还是我已经状态好很多了的情况下喝到，我感觉这个水有味道，就是我感觉这个水是甜的，是那种不好吃的那种甜味，就已经喝到人有点不正常了。然后后面我就不想喝水，而且就是搞得人很干，明明一直喝这么多水还感觉嘴巴都要裂开了的那种电解质水，没喝，当时没有想，当时太难受了，我这又是第一批，还没有那么多那些什么电解质水啊，然后什么维 C 什么的冲出来告诉我我应该喝这个，当时就只想多喝点水，那就休息吧，我现在没事了，现在没事了，但我刚刚也不应该喝 纯水的，盐水也是电解质水，哦，那我不知道，但我有喝电解质水啊，我有那个电解质的那个冲剂，我可以直接泡，哎，加盐加糖加柠檬水不就是电解质水，我当时不知道柠檬我家也没有，当时应该搞点盐水糖水的，反正你们就是不要再跟我一样犯这个错误，真的很难受，那水喝的我就是感觉那水是甜味，然后又不得不喝，就是很难吃的一种甜味，但是其实水肯定没有味道，是我自己已经喝的出问题了，我感觉水都有味道了，好像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就是对，那会上厕所频率变多那是好事嘛，喝出幻觉了，喝出奇怪的感觉味道了，都已经加盐加糖很难喝的是吗，那也总比喝白水好，我白水已经喝到有味儿，只是个智商税而已，好吧，不管是不是，反正希望大家都不要变成小羊人啊，我下了，我真下了，我下了，我真的我要吐了阳了之后好冷又发烧，我也是啊，我阳了之后也有这个症状耶，
会感觉到全身冷，身上很热，但是腿又很冷。晚安曲宝宝，今天不用唱了，我们刚刚上一局唱了吧？晚安曲。我是不是上一把 PK 不？下午场播的时候是不是没唱晚安曲啊？会疯狂出汗，走了洋洋。我下了，我们出汗了呀，没唱，唱了。好像真的没唱哎，我中间唱了中场曲，然后后来我吃完螺蛳粉，没有吃螺蛳粉，我让啾咪播一会儿，给啾咪看一会儿，然后忘了，来把晚安曲唱了，我们下播好吧？我就快要20岁，肚子依旧很肥，走路的时候歪八腿，我妈常说不知道我长得像谁。啊哈，我脾气很麻瓜，经常说冷笑话，一到累我就很害怕，却总是说自己胆子特别大。我喜欢的人总是有女朋友，我告诉自己恋爱就应该自由，我问那个他能否给我你的手，他摇摇头说不行，我觉得你长太丑。我这样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不特殊的女生，总想过轰轰烈烈起起落落的一生，我想要学会沉稳也认真，你后变个名人，我这样一转一跑，没得点的浪漫，北京的小梦，那个他帅气阳光，对人非常坦诚，但某个下午他会说想要和我过完一生。卡了卡了，我没电了没电了，正好反正就这首歌唱完下播了啊，大家注意身体啊，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，明天还有明天的不开心哦。我喜欢的人总是有女朋友，我告诉自己恋爱就应该自由，我问那个他能否给我你的手，他摇摇头说不行，我觉得你长太丑。我这样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不特殊的女生，总想过轰轰烈烈起起落落的一生，我想要学会沉稳变得认真，内心单纯，最好是在50岁死了以后变个名人。我这样一转一把没得点的女生，也会有粉色泡泡浪漫美景的小梦，那个他帅气阳光，对人非常坦诚，某个下午他会说想要和我过完一生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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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啦，明天还有明天，不，明天依旧光芒万丈哦。晚安喽，晚安晚安，大家早点休息，要照顾好自己，出门记得戴口罩，注意防控疫情，不要生病感冒，保重好身体，睡个好觉，做个好梦，晚安。明天下午不确定，宝宝，明天如果我嗓子好了，我可能要拍摄了，没有库存了，视频都发完了啊，不确定，播了就播了，没播就没播吧，反正晚上肯定会播的啊，拜拜，出门记得戴口罩，注意防控疫情，不要生病感冒，保证好身体，晚安啦，明天没有不开心，明天依旧光芒万丈。成分当然多数，只是愚蠢的人傻傻的好大。